If Found 是一款互动式剧情体验游戏，故事描述一名太空人卡西奥在即将抵达神秘的 X 行星时，遇上了巨大的黑洞。就在被吸入之际，他想起了曾经被他烧毁的儿时日记。这本日记里记录了他成为太空人之前的生活故事，那年冬天对于青春期的困惑将一一浮现，像是和家人发生理念冲突的纷纷扰扰，一段尴尬的暗恋关系，以及一桩神秘的抢劫案。游戏全程将以精美的手绘风格来呈现日记里的剧情，究竟这段神秘的回忆里还藏着哪些秘密，就留给你来探索咯。